提起张翰和古力娜扎儿这对情侣，他们应该是娱乐圈里最不被大家待见的一对，但是小两口却不断发糖，一起旅行，一起购物，感情甜蜜，着实让人羡慕不已。近日有记者看到张翰半夜开豪车机场接娜扎，再次虐哭单身汪。看到此处本来兴致满满，谁知道小编我却看到了最近的一个网红，瞬间扫了兴致。看那红圈里的人是谁，那不就是著名的红桥一姐吗？真是哪儿哪儿都有她，阴魂不散呐。红桥一姐不会错过每一个机场明星，还是那张亲切熟悉迷妹一般的脸，还是对每一个明星狂热的爱意，整个红桥娱乐圈就服红桥一姐。